日本尿布。日本是全球尿布市场的重要参与者，拥有丰富的婴儿尿布和成人尿布产品。以下是有关日本尿布的一些信息。一、婴儿尿布市场。日本的婴儿尿布市场非常庞大，各种品牌和类型的尿布供应商众多，产品种类，日本的婴儿尿布市场提供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，包括纸尿裤、拉拉裤、训练裤等。这些产品通常有不同的尺寸、吸水性能和设计。二、成人尿布市场。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，成人尿布市场也在不断增长。成人尿布主要面向那些由于健康原因需要额外保护的人群，如失禁患者、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。产品特点，成人尿布通常设计成更适应成人身体轮廓的形状，提供更大的吸收容量和舒适性。三、技术创新。高科技尿布。日本的尿布市场一直致力于技术创新，一些高科技尿布具有湿度指示器、透气性设计、吸湿层技术等，旨在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。四、环保尿布。可持续发展，随着对环保意识的提高，一些公司推出了环保友好型尿布，采用可降解或再生材料制成。五、品牌。本土和国际品牌。日本本土拥有许多知名的尿布品牌，如花王、靠大王制纸、 Dial Paper、 尤尼加、 Unicarm 等。此外，一些国际品牌也在日本市场竞争，如邦宝士、 Pampers、 尤尼葛、 Huggies 等。总体而言，日本的尿布市场非常多元化，满足了各个年龄段的需求。创新、舒适性、环保和功能性是该市场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。